大兴善寺的正门，准备扫码进去。进来，首先看到天王殿，环顾一下周围，继续走。小朋友骑个小黄车，看看天王殿。这边有简介。天王殿简介是弥勒佛殿，弥勒佛菩萨供奉的是，也称为布袋和尚，是吧？好了，看看里面，托塔李天王，弥勒佛，斗战胜佛，继续走。穿过天王殿，啊，环顾一下周围，内部空间非常的大。我们看，哎，这里有一只小猫，喵，喵，喵喵，它一直在看什么？前面的是大雄宝殿。正在施工，我们看这个大兴寺非常的大，象鼻支撑，底座是虎，中间是龙，上面是狮子，一应俱全。莲花宝典，莲花灯啊，这边是灯，这边是卖一些个饰品。我们从旁边的，因为这边被拉了一根线，从旁边过去。巨大的石头，造型挺别致。课堂，好，从这边上去，花盆里栽种了两棵松树，五方五佛，看看这里，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啊。好，从这里看看能不能看到里面。24天珠，阿弥陀佛，都是佛像。好了，继续走。看看后面。五方五佛的大殿啊，来到它的后身，看后身也是一些佛像，从这里看一看。哇，这大殿非常的大，大殿非常的大，这边是南海观世音、善财童子、龙女、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，继续走。好，看看大黑天，环顾一下四周，回头再看一看。哎，
沿着这边继续走。这块有一块，这边有一块石头，这块巨石，哇，很大，香炉。看看这尊佛像，是地藏王菩萨，保佑母子，莲花灯。可以点一个莲花灯，这边烧的香挺特别的，我还第一次见到这种啊螺旋形的普贤殿，对称的是文殊殿，上去。两边是旋转的，这个是干嘛用的？这个还挺好玩。哦，这里是观音殿。好，旁边过来。绕过来。从观音殿绕过来之后，这边还有一层，就是殿的最后一道门。这个树藤真的是很特别啊！啊，继续走啊！这边拍照的人非常多，他们都在这里摄影。我们绕过人群，哎，看一看他们在拍什么。哦，拍这个莲花鱼。继续走。不是，光在那儿的，你要往这边。最后一个殿，看看这个殿里是什么。法堂，好，继续走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鸟语花香。哇，这边人真的很多。旁边有一道门，从这门过去。门进来，一个黄金宝顶，看一下这个金塔是什么？是世界和平吉祥塔，世界和平吉祥塔。灯。花非常的鲜艳，一切秘密，全身舍利。看一下这个塔，啊，这个鸽子很可爱，才发现，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鸽子，这就是和平鸽吗？是。
咕咕。哎，它不怕人，我感觉我能抓到它。和平鸽，香炉，佛，金刚堂里面看一看。佛经、佛像，这里在清洁，有点儿啊，西天取经，有点像如来佛祖那个地方，你们觉得呢？有点像西游记，好。看一看，都是佛像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。